但有雞喎，係咪可以殺死佢噶？哇！點解徒手可以殺死雞嘅？萊德，你開個波未咧？咩開咗好耐啊？開場白唔使講啦，直接去得噶啦。雞蛋我掉下先，啊唔係喎，雞蛋有冇得換錢噶？呢個咩嚟噶？一座好似 tower 嘅嘢，唔知佢邊嘅。普通村民 B， 我哋而家去。OK， 上到嚟咩都冇嘅，係一個類似瞭望塔嘅嘢。我冇行翻翻去啦。可唔可以對死佢啲牛過去咧？應該係可以嘅。咦，行出村庄喎，村庄外面有咩㗎？好多树啊，好高啊！哇，有牛喎，你喺度怼死啲牛，我哋会换钱啊，可以。够啦，唔好再怼啦，我惊有剧情需要用到，我留翻两只。啊，外边系野外嗰啲喎。我怼死晒，怼死晒佢哋啦！仲使讲边度？有猪，有牛。有羊，我冇羊，講錯。有雞，知知啊。雞蛋唔好掉，佢可以我哋換錢。係咪 expect 我哋係行出去噶？而家啱唔啱噶？而家咁樣玩呢張地圖啱唔啱噶？啲花唔可以換錢啊？唔知啊。唔係啊，我只係見到一個賣花商人，唔知賣花嚟做咩。其實係咪可以行出嚟㗎？我俾花花入去啦。啊，多十米只豬先。有狼喎，有冇骨頭啊？馴服咗佢啊！我叻嘅人，有啲地理喎。點解呢隻箱咁叻嘅？唔同你，認真望你呢隻箱叻過熟多。因為呢個 server 冇嗰個記憶體，即係唔俾你，冇得俾你校記憶體。另外嗰個箱可以俾你校多啲記憶體。而家喺嗰個 server 咧就唔係唔得嘅，但係咧佢嗰啲。即係嗰啲 LAN tag 咧，有可能會 bug 咗嘅。如果用呢啲地圖套落去一個插件 server 度，大哥好叻啊！你唔變翻琴日咁樣嘅話，我而家又 OT 翻到嚟，賣花商人，喂，賣啊喂，屌你，哎，啱啱採咁多花做咩？嘥氣，抌聲，抌俾你。等俾你，唔要啊！行得咁鬼快嘅，材料商人，你啱啱话咩？换近战、远战嗰啲喺边？喺一间屋入面。哦，等等，哇！你唔好去抢，咁贵，食完就得，食完等我自己一个人啦。周街都有成就箱，邊都可以換錢。但係可以換其他嘢，即係譬如你嗰啲牛皮啊、豬肉啊嗰啲都可以。豬肉唔得。有啊。有個材料回收商人。冇啊。有。我而家企喺佢面前喎。咁啊。咁佢唔係所有嘢都回收㗎嘛，你睇佢可以回收乜嘢，你咪俾咩佢囉。呢個係繼續玩劇情算啦，你一劇情好乸完啊。
有船喎，我哋可以坐船出去喎。废箱辟咗嘅，他妈的！你又挂剧情啦？系属于村民嘅，呢个村长嘅嘴角下拉，我看住佢哋咩啊？很潮，唔识读，即系好不安嘅情绪，应该嗰份心中不明嘅感觉越嚟越强烈。村長先生啊，呢啲器官係喺二種兔仔嘅肚裏揾到噶。嚇！我仲以為你喺地下執上嚟添。你殺咗變鳥養破壞村民家園嘅兔仔，你有冇受傷？手臂頸部應該有少少啦，俾我望下。佢仔細望望多我手臂頸部同面啦。你有傷痕嗎？我見唔到。所以我唔相信你殺咗佢哋，村民俾咗個人接反照自己身體。我目定口呆，不敢相信剛才嘅疤痕消失了。村長捉住我，眉頭向下彎，簡直不敢相信你，真係唔記得自己邊度嚟嘅。佢話我就知道日升，好啦，日升多謝你嘅幫助。至於你嘅身體，唔係一般人擁有。真係㗎，我對於不是一般人擁有，我唔想讀啊，但係有冇自己讀？睇嚟你唔係一般人，我先知之前人就有關係好嗎？關係，我需要調查一啲兔仔攻擊村民嘅家園，點解野性發狂，引生呢個身世？我暫時無法幫到你，但我有建議，你去圖書館又叫壁帝嘅管理員可能幫到你。去圖書館有冇啊 ？Mission。圖書館邊度？你係 fucking mission 過咗啊你？嚇？呢個就係圖書館啊？梗唔係啦！你過咗啊？飛我嘅圖書館喺邊啊？你過咗啊你？咩啊？呢個呢個武器強化店嚟喎。抌曬垃圾俾我啊！咩垃圾啊？喺嗰個武器強化店嗰度被佢誒個箱入邊㗎。啱啱攞出嚟做乜嘢？吃開吧！出色的女子。一位戴著眼鏡的年輕女子，嘴唇齒白，臉上戴著一副銀框的眼鏡，右手總是拿著一本書。小孩子，我現在不得閒，我出去。村長叫我找你幫忙。哇！村長叔叔，海底神殿，我需要你來找我，我要幫忙登記被殺的村民喔。我知壁帝小姐你現在很忙，但村長說你可以幫到查到我身世。當我壁帝小姐想衝你埋，想再罵我時，衝住口水。我傷痕能夠在數分鐘之內逐漸回復，請問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同我一樣的人呢？結果壁帝先睜大隻眼睛，就是腦袋將個腦袋抽起了，不可思議，我從來沒見過這個人的，即使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家鄉在哪裡，但我知識多薄，為何我想進裡面探險呢？但是我從來不知道有這種人，根本沒有希望去沉沒了一回，我不知道，不過小子，你的木劍的珠章給你的，給你看看，輕輕輕輕拿出木劍。我認為依把木劍可以強化，甚至可以更加殺傷力。把依怪物全部清除。我想問你，就咪死曬啊？喂，但係呢啲就不是死咗咩？捱略死咗，但只係試試開始。你去旁邊最保養嗰條阿不斯嘅大叔，佢幫你強化依把劍。至於你嘅身世，我會幫你諗一諗。前方的女巫看起來很強，看來要用鐵針把武器強化。你啱啱話用曬啊？啲將嗰啲咩用曬啦？咩啊？強化石。冇啊。而家先用啊！而家先。你咁快都叫你唔好周圍開啊！好無聊啊！任務擊敗女巫長之漏斗，這寫著想叫女巫長請放置蛋糕，冇蛋糕。你過嚟啊！去鐵匠鋪啊！好多狗啊，係咪可以領養噶？啊！鐵匠鋪啊！鐵匠鋪啊！點解我有種感覺，我哋離劇情好遠？我走得很远，我去了探险，死咁翻嚟。我应该要
馬克做乜嘢噶？誰不要阻我畫畫？我係鼎鼎大名嘅畫家馬克。我要揾馬克喎，馬克喺邊啊？喺呢度，海邊，有個海底神殿嘅側邊，即係你頭先爛曬嘅村莊嘅左手邊。翻嚟啊！你女車程好遠啊，海邊㗎？呢邊啊，唔係嗰度啊。咁嘅咩？你識咗你嗰個衰佬唔得啊？點解？冇人玩㗎啦，而家你同時開兩個雙板，仲要玩 Minecraft， 即係開，即係你自己都話，即係等於自己開三個 Minecraft 啫。係㗎。嚟啦，馬克喺度啊！等緊你啊，又有兔仔啦！兔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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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哎，跌咗张嘢出嚟，哦，死亡证明，交给我吧。你把凶残兔子的指定数目杀死了后，发现了村民马克，并与他对话。点解仲有凶残兔子嘅？佢随机 spawn 出嚟噶嘛？要十个凶残兔子嘅死亡证明。十个。系啊。垃圾乜都冇，咩乜都掟我垃圾。其實我哋唔應該咁快玩呢個，我哋不如跟翻主線劇情算啦，行啦。呢個係支線嘅咩？支啊！我唔理啊，翻去啊，而家要。唔好企度唔喐啊，行下啦，好唔好啊？请把出凶残兔仔，你把出，咁一样嘅算，我两间唔掂，我劈咗头先。可唔可以强化？而家要强化咯，但系你可唔可以唔好自惊强化？我冇得强化。点解？边有啊？得你个有啫嘛，攞晒五粒。哎呀，都話你去殺兔仔咪有錢咯。咁人哋劇情係俾你啊嘛。點解？劇情你自己有攞噶嘛？冇啊，我一本劇情都冇啊，啲劇情書喺曬你度。唔係啲劇情話喺啱啱有得攞啊嘛，你攞咗咪冇咯而家。清侵。呢啲咩聲嚟噶？好似依度好熱喎。請問你係咪阿伯斯達叔？你就係除咗。除你就殺咗嗰啲異種兔仔嘅小子啊！呢個擁有白胡子同埋阿啤酒兔阿叔，可以鐵取咗做緊武器。小子輸出去叫嚟揾我啊！唔係逼大小姐叫嚟揾你噶，哦，人哋咁樣做嘢好難，少好難做嘅。阿伯斯大叔含住眼淚同佢講：願你村民安息啦，呢啲就喺我能夠做噶啦。小子，多謝你，我已經好耐冇做過武器啦，從來冇望過武器做過武裝。你以為佢把木劍啊？聽個書中話，阿不是大叔竟然知道你嘅原因有啲。但係我把木劍就嚟爛嘅喎，強化咗一陣爛咗點算？依邊個熔爐有幾粒強化石？你叫我左手嚟強化，之後嚟揾我啦。冇喎 ，fit 嘅都冇強化石。我把木劍就嚟爛喎，而家強化一陣爛咗點算？叫把完整嘅木劍啊！用過嘅點算啊？我用自己揸下兩把。呢啲就換垃圾咗，但係召喚啊！我唔理我換啊！你換裝咧係？咁你都要掉俾我噶。我換多一樣俾你換啊！我換兩樣，你換三樣自己。